朋友陶乐比。开学了，我们上中班啦。他是陆老师。老师早上好。哎呀，巧虎琪琪早上好啊，这样大声的和老师问好真棒啊。因为我们长大了。强强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强强可以一起玩吗？走啊，我们一起搭房子吧。嗯，你把那个给我。好。早上好。对不起，摔疼了吗？没关系，你呢？没事，我是最强壮的陶乐比。陶乐比？对，我叫陶乐比。陶陶陶陶陶陶乐比，陶陶陶陶陶陶乐比，有点点帅气，有点点调皮，非常可爱，非常有趣。哎呀呀，陶乐比，哎呀呀，陶乐比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是琪琪。哎，陶乐比，你喜欢吃什么？好吃的点心。喜欢的颜色？当然是红色了。哎呀，陶乐比真有趣啊！将来我还会成为著名的明星哦。哇，快给我签个名吧。哦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哎呀，吓我一跳！你们在这里啊？你们好，我叫陶乐比。我叫强强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是巧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们就是好朋友啦。真是棒极了，大家都会互相自我介绍了。正好大家围在一起，我们一起来玩猜人游戏吧。好，猜一猜，猜一猜，圆圈里面的小朋友什么时候醒过来？月亮出来的晚上，猜一猜，猜一猜，背后的小朋友是谁？哦，我是谁？是谁呀？大声的再说一遍好不好啊？我是谁？知道了，是巧虎。下面轮到巧虎啦。猜一猜，猜一猜，圆圈里面的小朋友什么时候醒过来？月亮出来的晚。老师再见。大家再见了，明天再见。琪琪再见。再见。妈妈，今天我认识了一个新的小朋友，他叫陶乐比，我们在一起玩了猜人游戏呢。真是太好了。明天见到陶乐比的时候，我要对他说你早。啊，明天早一点来就好了。巧虎新发现，牛奶是怎么来的？牛奶真好喝，嘿嘿。巧虎你好。大姐姐好。巧虎，牛奶是怎么来的？我不知道啊。那我现在带你去农场看看吧。好啊，走。嘿嘿。看，这里就是农场了。真的，真的呀。哎，巧虎你看，这个就是奶牛妈妈，牛奶就是他们产出来的。哦，是吗？对呀。我们去看看挤奶吧。好。我们到了。看，饲养员在喂饲料，他们每天都要喂奶牛妈妈精心调配有营养的饲料，像黑麦草、大头菜、胡萝卜等等。
这样奶牛妈妈才能长得更健康，我们呢才能喝到健康的牛奶。一会儿他们就要开始挤奶啦。那我也来挤牛奶吧。现在是用挤奶器来挤奶的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放上好听的音乐，就像这样。挤奶前先要把奶牛妈妈的乳房洗。小虎，你知道奶牛妈妈一天可以产多少牛奶吗？不知道。每头奶牛妈妈平均每天可以产奶25公斤左右，相当于20多盒大罐牛奶了。奶牛妈妈真厉害。你看，这就是牛奶。经过均质机处理的牛奶更适合我们喝了。最后呢，牛奶就会来到高位罐中，被灌入包装盒里。一起来猜一猜汉字吧，这个汉字是哪个动物呢？一鹿，二猫，三蛇。小朋友们想一想，正确答案是一鹿。鹿，鹿是鹿字。第二个字，这个字是哪个动物？一狗，二猪，三象。小朋友们想一想，正确答案是三象。象，象是象字。接下来这个字是哪个动物？一虾，二龟，三鱼。小朋友们想一想，正确答案是二龟。象，象，龟，龟。A big cat. 在画什么呢？ Cat. A cat. A big cat. A big cat. 一只大猫。这是狗吗？ Dog. A dog. A big dog. A big dog. 一只大狗。鸟 bird, a bird, a big bird, a big bird, 一只大鸟 a big bird, a cat, a big cat, a dog, a big dog,
A bird. A big bird. 数学单元，比较的概念。短短啊，长长长长，真长。短长，浅深深，太深了。浅深，矮真矮。高高，矮高，一年四季，一年四季歌。小朋友，你知道一年有四个季节吗？春夏秋冬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唱一年四季歌吧。嗡嗡嗡嗡，蜜蜂工作了，春天来了，飞进花丛中，吱吱吱吱，蝉儿唱歌了，夏天来了，躲进树叶里，沙沙沙沙，果实成熟了，秋天来了，笑得弯了腰，呼呼呼呼，北风吹来了，冬天来了，穿上了棉袄。嗡嗡嗡嗡，蜜蜂工作了，春天来了，飞进花丛，唱歌了，夏天来了，躲进树叶里，沙沙沙沙，果实成熟了，秋天来了，笑得弯了腰，呼呼呼呼，北风吹来了，冬天来了，雪花天上飘。嘿嘿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一年四季歌，记得要唱歌给爸爸妈妈听哦。轻松识字，汉字猜猜看，二，这个汉字是什么呢？一，电，二，云，三，月。小朋友们想一想，正确答案是一，电。电，电是电字。接下来换个字，这个汉字是什么呢？一，除，二，十，三，周。小朋友们想一想，正确答案是三，周。周，周是周字。最后一个字，这个汉字是什么呢？一，竹，二，绳，三，椅。小朋友们想一想，正确答案是一，竹。竹，竹是竹子。
电，电，粥，粥，竹，竹。Hello, ABC. Nice to meet you. A big cat, a big cat. I'm a big cat. 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 很高兴认识你。I'm a big cat. Nice to meet you. A big dog. A big dog. I'm a big dog. 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 很高兴认识你。I'm a big dog. Nice to meet you. A big bird. A big bird. I'm a big bird. Nice to meet you.Nice to meet you. 很高兴认识你。I'm a big bird. 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Nice to meet you. 很高兴认识你，你也试试看吧。Nice to meet you. 说对了，你真棒。哈哈，小朋友，很高兴认识你。Nice to meet you. 小朋友，你也用英语和琪琪认识一下吧。Nice to meet you. 教你玩电子英语猜谜机。你知道这个怎么念吗？我忘记了。巧虎小朋友，你们好啊！这个呀是电子英语猜谜机。首先打开猜谜机，开始喽！猜谜机有三个游戏，你先选哪一个呢？我选问号。把游戏转换键推到问号的位置，拉一下拉杆吧。等图片停下来。Orange 是哪一个呢？中间这个。Good 啊，答对了。哼，换音乐符号吧。推到音乐符号位置，拉下拉杆。Banana Apple Peach连续答对三个就亮一盏灯，变长喽！啊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！再练习一次吧。Dog, bird, 有了。有秘诀的。一，先玩笑脸英语练习认识单词。二，再做问号英语猜谜，从简单开始。三，最后是基本练习，向高难度挑战。你们真厉害！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如果你们找到了更好的秘诀，记得一定要告诉我哦。大姐姐，我们继续玩下一轮吧。好，怎么样？下次预告。真香啊！大姐姐，小虎，你想吃吗？来一个吧。好。那，小心烫啊！好烫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小虎，你知道甘薯长在什么地方的吗？
是长在树上的。不对。那是长在地上的。也不对。哎呀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个谜底啊，要放到下次的节目《丰收的秋天》再告诉大家。那下次有什么好玩的玩具呢？下次的玩具是形状认知汽车组，会给你带来很多新奇的玩法。小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